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周的 MaxTV，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马克思啊。本周呢又是一个开箱影片哦，但是开箱的东西呢不是关于数码产品啊，对于我来说很有纪念意义的一个东西，它就是哦，没错，它就是我手上这两大盒的东西。这两大盒东西呢是我今天刚刚收到的，是从香港寄来的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然后是 UPS 的一个快递送过来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来开箱看看这两个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吧。Let's do it. OK， 我们首先呢，先来开这一箱哦。我们先来拆开这个从香港运过来的这一个包裹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耐克的定制版本的一个鞋子哦，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个 Nike by You 这么一个白色的包装。OK， 那么现在呢，我就打开给大家看一看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打开这个定制的 Air Force One， 给大家看一下。OK， 我们的定制鞋子。好的，各位，我手上的呢就是我从耐克、这个定制鞋子的官网上面定制的。它可以定制的地方非常的多，包括它的鞋带啊、鞋的前半部啊，还有这个鞋底的颜色呢都可以做更改。但这次呢，因为我定制的算是一个情侣小白鞋，所以说我在后面呢也加上了我女朋友还有我的名字哦，可以看到 Max 还有我女朋友的名字。其实我觉得哦，在情侣之间呢总是有个问题很难解决，就是送对方怎么样的礼物才最有纪念意义。这次呢也就为什么说我做了两对鞋子哦，上面刻了我还有我女朋友的名字，因为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也想把它作为身上的一种装饰哦，把它穿在身上。所以说 Max 呢也推荐大家去做这样一个简单的定制哦，因为它对比其他的情侣定制款的东西来说呢，价格没有去到非常夸张哦。这双鞋子定制完的价格大概是160澳币左右。 OK， 在这里呢我也安利给大家，给你们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推荐这个定制款的鞋子，非常非常的值得。今天的影片到这就结束了，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记得点个赞分享出去哦。对了，如果耐克你看到我这支影片的话呢，记得下次赞助我来拍多一点鞋子哦。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， See ya。